宫闪闪的金龙在暗暝当中是更加展现了气势。这条名为祥龙献瑞、飞龙在天的一只乡土灯会主灯，十九号暗时在甲一广场举办了市灯，马上吸引了在场媒体以及民众的注意。已经连续办了十几档的一只乡土灯会，每年都成为过年期间吸引数十万人潮前来参加的灯会活动。在十九号暗时举办的宣传记者会上，一只镇长严宏邦表示，今年将在二十一号暗时来正式展开一连串的精彩活动，也欢迎南投乡亲拢当踊跃来参加。我们从今天试灯，然后在二十一号要正式点灯，然后当天也节目也相当丰富。我们强调是乡土花灯的一个传统，所以也欢迎各位今年啊，可以在过年期间来阮姐姐巡回灯底哇。那我们自己还有很丰富的人文特色，还有别的地方的一片很大的花海，那白天可以来积极采风、踩单车除外啊。那晚上赏花灯。另外，主办单位之一的管库观光处也特别宣布，吉吉镇已经成为台湾十大观光小城的资格当中，也显示吉吉镇的观光发展了真成功，绝对是民众春节假期前来佚佗的最佳选择。那虽然是乡土性的哈，现在知名度也越来越高，那么可能明年我们也希望给它纳入所谓的县府的乡镇的重大活动之一哈。那我再加上观光小城的顺利争取到，我觉得吉吉会是一个观光的明日之星哈。那白天赏花，晚上来看花灯，我想会令你永生难忘。其中主办单位也表示，今年一级的乡土灯会规划了四个灯区，包括艺术灯区、特色灯区、传统灯区以及庆祝乐园，相当看头。加上过年期间推出各项的活动和表演，不但好看，阁好耍，阁毋免走到外县市，甲人搭车客烧，提供南投乡亲春节假期会当过了不虚此行。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